爱尊金丝雀的学名是爱尊金丝雀，它是茴香科的一种小叶一年生植物。Acen canariens 是 Acenaceae 科的一种小叶一年生植物。紫菜科是十字花科的一部分，也称为十字花科，是开花植物大科，包括芥菜、卷心菜、无茎、萝卜、辣根、芥末和豆瓣菜等。Acen canariens 的俗名是 Acen canariens，是 Acenaceae 家族的一种小叶一年生植物。Acen canariens 是 Acenaceae 科的一种小叶一年生植物。爱尊金丝雀的身体特征包括：一、叶子。爱尊金丝雀的叶子很小，呈椭圆形，颜色为浅绿色。二、茎。爱尊金丝雀的茎细长，分支。三、花。爱尊金丝雀的花小，颜色为黄色。Acen canariens 是 Acenaceae 科的一种小叶一年生植物。Acen canariens 的栖息地尚不清楚，因为它是一个尚未被广泛研究的物种。然而，爱尊金丝雀很可能在温暖和高湿度的热带或亚热带气候中繁衍生息。爱尊金丝雀也可能生长在潮湿、排水良好的土壤中，阳光充足或部分阴凉的地方。